大家好，好紧张。在这个宁静的夜晚，我们要做一些不宁静的事情。好的，您说。我想可以先来吗？谁先来？我。石头剪刀布。小弟，你的任务是让对方喝三杯水。喂，喂，你现在在上课吗？没有上课。我跟你说，我现在对你去喝三杯水可以不？就是你听我的，好不好？你听我的啊。你喝三杯，对，喝三杯。好，喝三杯水。喝三杯啊。第一杯，第二杯呢？你发誓？你再喝一杯，你喝四杯，好不好？没有，你喝四杯，你喝四杯，你听我的，好不好？我几年的友谊就因为一杯水吗？回见回见，辛苦。然后就没有然后了。然后跟你说，喝水然后是每天必须要喝的。喝了水，你的嘴皮可以不用干，每天都保持很润。然后喝水还对身体有健康，你知道吗？我就是担心你的健康。而且最近重庆的天啊，我觉得还行，怎么样，你知道吗？就得喝水，你知道吗？而且我看你这么虚。拜拜。厉害！我也想来。剪刀石头，我也想来。剪刀石头，帕子。冰岛双人游，然后让他去，但是我们还要对手去。别走开！哎，我跟你说个事情，我今天运气不好，没想到我中了一个冰岛双人游给，然后我肯定去不到了，我现在在北京里头嘛，我都想到把一个机会给你嘛，就是说你先留他，那时间段是可以随便去的，就双人游可以去七天，包吃包住。我真的我中了冰岛双人游，我把那个截屏给你看不嘛？真的冰岛双人游去的，好你去哈，你只要如果说你有时间可以去哈，好，不客气，好，太好了，牛很牛，还有什么？借一千元。给飞哥。喂，在不在？就是，我想借你一千块钱，账的。什么？里面好卡。喂，在不在？切断线拒绝，不是他那么大，他直接挂掉了，一句话不说，默默挂掉。故意的。我这个咚一下就很灵性了，借一千块钱，这就是三年的友情，一千块钱没了。喂，在不在？就是我想问你个事，借你一千块钱，当不当？借我一千块钱，我一小时后还。我有用。或者你叫你妈借你一千块钱。然后你再借给我，行不行？
用积分换过了1000块钱的话费，现在要200卖给对方。喂喂喂，我给你什么事情？好事情。恁个呢，就是今天我公司就是联通公司跟我说，他是我的积分可以换够1000块钱话费，然后问我帮哪个的电话号码。我跟他说，我说你先等我一下，我问我，然后我之后给他个答复。恁个，反正我现在不是需要那1000块钱的话费，我200块钱卖给你啷个？啷个呀？你要不要嘛呀？友情价200块钱卖给你。恁个差。10块卖给你。恁个恁个恁个，我先把那个1000块钱给你弄过来，我先帮你的电话号码，然后你后头你看到起100的给我，或者几块钱慢慢还给我就行了。好嘛好嘛，我去找下一个人。好好好，我去找老鼠。拜拜拜拜拜拜。你应该给他说，你如果不要的话，你200块钱卖给他，他可以300块卖给你。怎么样？我是不是可以再找下一个人？还是我失败了？我失败了。失败了。老鼠，你没有代号啊？你说吧，你的代号叫什么？代号叫什么？二熊，这样对方推销售价300元的午餐全套另一侧。喂喂，老哥。喂，你干嘛呢？哎呦，学习呢？我这个地方有一个好东西啊。啊？那个有一套午餐练习册，你要不要？不行，就是他这个，你要你你可以买给我。Double kill！ 怎么可能？300块，很便宜。涨价了，涨价了，300块。午餐那一次现在300块。全套。那你咋说？那你得给我钱啊，300。你得给我钱，300。你一会儿给我发，你一会儿给我发，好不好？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，300，不行！你先找300给我，你要不挂了。Your turret has been destroyed。新哥，这绝对是穷的，卡有点卡，只要一提到钱就卡了，你知道吗？对啊，一到钱300，哎，我有点卡，对不起，再说一次。可能他没钱，是故意的啊！失败，失败，好了，只能留了吗？公司不让你养了，拜托对方记，这个好简单。哎，为什么一说钱大家听了都不好？不知道啦，你给我打，我也听到人多吗？哎呀，王怎么那么卡呢？听话，你哥那个太刻意了，绝对故意的。他说你要记你就记，然后就记我咱家记，就是说给他到他到听得清清楚，咱们要钱。为什么呢？要钱的时候，选择性亲，选择性网卡，拉都不行我电话，哎，外码。那个，我跟你说个事情哈，我跟你说哈，就是呢，今天有只猫儿，它突然，我昨天睡觉的时候没关我那个窗子的门，
然后他就跑到我房间里面来了。然后呢，就捡了只猫儿。然后就是，但是公司不让养。你说我要不要就把它？我就想呢，要不然把它寄到成都来，然后。然后再说，你就同意一下嘛。我觉得可以，其实真的哈。哎，好乖哦。那我寄给爷爷嘛，可以噻。等于你的意思就是不要，你就要了。哎呀，真的，你要嘛？你要嘛？哎呀，真的是咋个那么烦呢？你就，我就把它寄到成都来就 OK 了，行不行嘛？行不行？好妹儿，不看了不看了，对了我还有事情。哎，你咋还上岗上线了呢？还不补了？那你到底要不要嘛？你要了，我让你天天看。对了，那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，好，拜拜。今天我爸来我要说，哎，我也想要加菲猫。对的，我捡的就是只加菲猫。要得。哎呀，算了算了。刚才呢，我们那个获胜的三位同学，你们三个人可以对没有挑战成功的四位同学提出一个要求，然后他们还是通过打电话的方式把你们这个要求给完成了。可以 ，OK， 可以，可以了啊。决定了吗？决定了。是什么？打给他们的妈妈，然后说妈妈我爱你，然后妈妈要回复宝贝我也爱你。喂。啊，好吗？
妈妈，我爱你。好。咋了？没事啊，没事没事，你干嘛呢？我也爱你吧。我呀，我刚给刘星喂完东西，然后现在这会儿在收拾它的毛，掉了满地跑。哦。啊，你看这会儿打电话来，吃过饭了没？吃过了，吃过了，吃过了。吃过了。嗯，对。你们可以去超市买点菜啥的，然后回来有时候可以自己做一点。嗯，好，好 ，OK，OK，、okay, okay, 好，嗯、好。那我一会儿再给你打啊。啊？我就是口头话啊，这不说了呗。我等会儿再给你打过去，等会儿再给你打。好，行。啊啊啊！拜拜。好。可以可以可以。啊，真的是。喂妈，喂妈妈。哎。妈妈，我爱你。没啷回事，就是给你打个电话了嘛。耶。哪个嘛？最近在屋头待得啷个样嘛？在屋待就是想你噻。啊哈哈。妈妈想你，除了想你还是想你。哎，我都跟你说了，你没在表示吗？好，宝贝儿，妈妈也爱你。啊哈哈，收到了，收到了，收到了。是啊的，是啊的。也是，从来没听到妈妈我爱你。哈哈。今儿是不是母亲节？不是不是，想起来了。哈哈。但是我感觉今天的心情特别开心呐，高兴呐。今天心情肯定好噻，就是今天有很多让我很开心的事情。说让妈妈也跟着开心哈呀。比如说妈妈也对我说，宝贝儿我喜欢你。妈妈一直都是个啥宝贝儿我喜欢你，妈妈一直都是这样子好不好？嗯，我晓得我晓得。阿宝现在有点事儿，我等一下给你打过来嘛。嗯，好。拜拜拜拜。说啥那会儿口音不会动啊？啥那会儿你出去过吗？
我哪充千把块钱充了呢？我光在北京，我哪来的重庆口音？哎，吓坏了我！那有事吗？得了，拜拜。拜拜了。挑战成功。哦。好的，那么最后呢，大家还是都是挑战成功了。对，就这么简单。对。对，最后这个挑战呢，其实给大家安排这个挑战呢，一开始是娱乐为主的，但是没想到后来呢，突然就转向了温情向，那么在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呢，也不要忘了给自己的朋友和家人，经常联系，对吧？传达自己的爱意。好的，那么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，大家辛苦了，再见。